经验是我们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天，回来第一天就喷了很多钱。刚刚去拿了 iPhone 11的 Pro Max， 现在呢，我老公说他要吃这个。这什么？我们原本要在底下吃捞王，可是要等好久，要等到八点，所以我们就 Google 了一家，发现有一个和牛吃到饱，有点贵。他根本没有 Google， 他只是看楼下的牌子，说：“哎，这和牛吃到饱，我们要不要吃这个？”我们有先看牌子，然后又 Google， 发现评价还不错，就是看 Google 有 4.4 颗星。啊，600多个评价，哇，评价很好哦，还不错。它叫 Beef King 啦，感觉是一间蛮厉害的店，因为外面看起来都没人，只有一种高级感。这边有101，今天的101很雾啦。这边是一个评价还不错的高级餐厅，试试看吧。老实说，如果说里面的景是可以看到景，可以看到101，又可以吃和牛吃到饱，老实说，我就可以考虑看看这个价格可不可以来吃一下。好，不然我们吃吃看看，再跟大家讲。值不值得 ？Let's go！ 阿友好饿。无限放点的话，这用餐时间是2小时，然后点餐是90分钟。对，我们会在最后的15分钟来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点餐的时间。然后我们这边全部使用日本顶级的 A5 黑毛和牛，以上有4种不同的价位，不管你点选哪一个，底下所含的这个8大肉品以及后面的新鲜蔬果、乳品、海鲜、火锅料、饮料、啤酒、冰淇淋，全部是含在餐杯里面，也都是无限供应的。我们一坐下来啊，他就帮我们送了一个鸳鸯锅，锅类的部分没有让我们点，就是固定的。他用的锅具啊，感觉是铜的，是还不错。这边有一盘蔬菜，也是他先上来的。他刚才上了第一轮，这应该是我看过最用心的上菜方式了。怎么说呢？他每个肉都有标示，它是它的来源，还有是什么部位。像这个是特级沙拉，这是日本宫崎黑毛和牛的三叉肉。这个是日本宫崎黑毛和牛的外臀肉，这个啊就是内臀肉，所以你会看起来不一样。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和牛的油花真的蛮漂亮的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吃的和牛。我们是第二次吃这种和牛相关的东西啊。对，因为其实和牛它其实就是油脂是比较多的，可以看到它的油花是比较漂亮，跟一般的肉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边的和牛，先跟大家讲，你一次最多同样的款式只能点2份，因为它也怕你放得太久，它里面的油花会稍微变质。所以他希望你就是在新鲜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吃完，那吃完才能再点，你没有办法说我要10份和牛是不行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先来煮这个日本宫崎的 A5 黑毛和牛，那这个部分呢是它的外臀肉，来煮一下。那煮和牛的时候呢，跟大家分享要夹它的小边边。你刚才是有做功课？我就是天生就这么厉害，他刚才教你的啦，夹它的边边，那放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子，让它游泳过来，对，只能5秒，5秒，然后再让它游泳过去，好，可以了，好了，粉红色了，这样子还是呈现粉红色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可以吃它了。吃一口，顺便告诉大家它的汤底跟味道怎么样。那呢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餐具。那老实说，它的餐具的碗盘比较普通，比较普通一点，跟我们店里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稍微质感比较普通一点。就是英哥都找得到啦。对，没错。那筷子的部分是，我是个人是蛮喜欢的。那上面有花生呢，上面有个空心的花生，好可爱啊！老式花生。OK， 我要来吃喽。吃一下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加任何调味的。老实说。A5 和牛吃起来，它的肉跟油脂，就是你在咬的每一口都有不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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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感觉，然后它的油啊会在牙齿缝之间这样流窜。那呢，我们下的这个麻辣锅，老实说，它的麻辣锅汤头的部分，我是觉得稍微比较没有什么特色，就是辣辣的，然后有一个红枣味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比较单薄一点啦，不会不好吃，可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麻辣火锅都做得更有层次啦。对，它的汤头稍微比较普通一点，可是老实说，它的肉质是我是觉得还不错。来简单看一下它的菜单，它就叫 Beef King 啊。其实菜单我个人是觉得它做的还算有质感，是一个比较硬的材质。
打开来这边就是有介绍一下，用餐时间为120分钟，点餐是90分钟。如果你要延长用餐时间啊，以30分钟为单位，500块一次。再翻过来啊，这边就是它所有的肉的部分。我们今天是2499的套餐，小朋友的部分呢，店长非常的好，就算我们999加10%，可以点的日本和牛有3种，就是三叉、内臀跟外臀。我目前呢、啊，我是觉得外臀吃起来油花是比较好吃的。再跟大家讲，而且它不只有和牛吃到饱，它连海鲜的部分也有吃到饱。我们点了牡蛎，还有这个天使红酒。虾，哎、欸，天使红虾是不是也很贵啊？我真的不懂。他有教我们啊，要滚的时候再放下去，煮一分半钟，对不对？大概煮1分半到2分钟。那这个牡蛎啊，一定要煮到全熟，大概要煮2分钟左右。放下去吃看看吧。来煮海鲜。对，我们来煮看看它原味的汤头吃起来是怎么样。这是牡蛎，牡蛎跟生蚝其实我分不太清楚，你知道什么差吗？没关系，吃下去并干掉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这个其实如果你想要生小孩来这边也不错。哎，这个吃到饱，很不赖。有点怪怪的。嗯，就还好，因为其实我真的不太懂海鲜。对，海鲜类我们真的很少吃，就是吃起来海鲜天线没有碰。对啊，就正常的生蚝还是牡蛎，就是吃起来还好。我比较喜欢吃和牛，和牛比较好吃，而且我不想生第三个。我要来吃我的小虾虾。欸，天使红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它头好大哦。它这个虾壳还算蛮好剥的，人家都说啊，如果虾壳好剥，那在这只虾就算有新鲜。你如果虾壳粘在上面的，就比较不新鲜哦。很大只哎、欸，有、哦、非常大只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要吃喽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会留一半给我吃，结果你整个给我吃下去。天使红虾，它跟我们吃一般的那个炒虾、白虾比较不一样，它的肉是比较软的，比较像龙虾那一种，不会吃起来像炒虾脆脆的。可是老实说，它这个天使红虾的甜度非常非常高，它整个里面的海鲜鲜味呢，那个甜味我觉得非常的够。好吃哦，这个叫我再吃30只我可以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，它这个肉不要看，这个头里面也都是肉，超多只。它的天使红虾，再点一份好了，好吧？好吃哦。我们今天就算结婚周年纪念好了，你看101在那边。结婚周年纪念刚过哎、欸，刚过、啊，那算生日，啊、生日也刚过，对的，生日也刚过、那算那个双十国庆好了，好，还没到。双十国庆，双十国庆。这边有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其实它在101旁边呐、啊。啊，我们刚才一直很夸奖一点是它的天使红虾真的好吃。比起它的肉，我们更喜欢它的天使红虾。对，然后我要讲一点，它蛮大优点，它上菜其实很快，不给你啰嗦的。很多吃到饱的，它可能会给你啰啰嗦嗦，可是它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要什么，它在2-3分钟之内就会拿来。对，其实蛮快的。像我们刚才又点的和牛，我们应该已经吃了快20盘的和牛，就是一次都2盘2盘，可是就是都很快。对，值得夸奖。他不是说不给你，他是希望你就是在他新鲜的时候吃完，你只要你吃完，他都一定会给你。没错。最后再吃点点啦。你点什么口味的甜点？吃饱就要吃甜点。它的甜点总共有1、2、3、4，总共有6种，有5种口味冰淇淋跟一个黑糖麻薯。你点的是什么？我点了焦糖饼干，都是麻辣锅的味道。它这个焦糖饼干，我用高标准看待它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在和牛吃到饱餐厅。它这个焦糖饼干，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。它的每一口都有颗粒，就很像一颗一颗的小砂糖的那个大小，然后那每一颗一颗大小都是饼干，不会非常甜。这个焦糖饼干我是觉得蛮好吃的。对，它是写比利时冰淇淋啊，不晓得是用哪个牌子。不知道哪个牌子，可是我们就是用高标准看待。可是老实说，我觉得它装在这个小碗，就是稍显梅子感。他们东西都是
我觉得餐具可以再选更多。亲爱的，吃了多少钱啊？吃了好多钱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功课啦。我们一开始在外面看到，以为是1500多就可以吃饱，结果不是，是2000多，因为我们误会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1500多要怎么样才吃得饱？先跟大家讲，我们总共是吃了7696，哇，快8000呢。对，那其实呢，我们这是一个大人是2000多块，那小朋友是999，所以总共是这个金额。那它其实也有1500多的和牛吃到饱，1599的部分呢是只有中午的商业套餐，可是呢。中午的商业午餐是只有澳洲和牛的部分，没有这么多的种类可以选择。整个来讲，你会推荐大家来吃这间吗？这一间餐厅呢，我真心觉得你可能要带你非常重要的人，或者要谈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一个生意绝对会赚钱的，你才能来这个地方。它稍微价格高一点啦，不过我必须讲。它就是很适合喜欢吃和牛吃到饱的，可以来试看看。如果你很喜欢吃肉，你就可以来这，因为基本上这边就是肉的天堂。对，而且服务其实都还不错啦，唯一就是在汤底跟餐具的部分有那么一点不足，不过也还好。这个部分我的看法是，因为火锅现在厉害真的太多，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要再追上一些品牌来讲是还有空间。那餐具的部分真的就是不行，就是当大家看到的，跟我们店里的一样也是不行。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是这个价格啊。好啦，那就是你爱吃肉还是可以蛮推荐的，这边就是肉的天堂啊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肉，我真心推荐大家可以中午的时候来吃1599的澳洲和牛吃到饱就好。好，今天影片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，一定要记得分享，因为今天我们吃了7696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哦，拜拜。Set my world on fire.